TFBOYS 组合里面的易烊千玺给很多人的感觉一直是稳重靠谱的男子汉的感觉，他性格有点腼腆内向。近期易烊千玺参加了《这就是街舞》的节目，他给自己的团队取名叫易燃装置，但是这个名字之前易烊千玺却是想给以后的儿子的。粉丝都在调侃开玩笑说，不知道易燃装置的这些成员是知道易燃装置是易烊千玺把他交给其实当时那个什么，我发的什么朋友圈易炸装置，那个是稍微有点认真的，小时候觉得是真的挺炸挺好玩的。日前易烊千玺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在这就是街舞中战队名称易燃装置这个名字本来是给自己儿子起的，那个是稍微有点认真的，小时候觉得是真的挺炸挺好玩的。粉丝都在调侃开玩笑说，不知道易燃装置的这些成员是知道易燃装置是易烊千玺把他交给其实当时那个什么，我发的什么朋友圈易炸装置，那个是稍微有点认真的，小时候觉得是真的挺炸挺好玩的。他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了，知道了，爸爸来了。